在全世界都超受欢迎，甚至引起模仿风潮的七龙珠，真的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。而他们现在又要把以前曾经发售过的游戏重新挖出来，高画质化推出，看来又要大伤玩家们的荷包啦。万代南梦宫宣布，他们将推出收录了2002年在 PS2 上发售的《七龙珠 Z》以及2005年发售的《七龙珠 Z3》这两款游戏的 HD 化作品《七龙珠 Z HD》，预定会在今年冬季推出。游戏中的登场人物囊括了包括原作漫画角色与卡通原创角色在内，总计超过40名以上的角色。包括电影版卡通的原创角色，传说中的赛亚人布罗利、佛利扎的哥哥库拉，以及卡通最新作 GT 的异形龙等等，保证让玩家们相当的怀念。